说的嘞，要不然就这样说呗。五十五十，算不算老了？老了老了，头发就掉了，掉了掉了，头顶就秃了，秃了秃了，要看医生了。医生说洗头要落线，每天起床要吃柔配，要用生发液按摩头皮，摩擦摩擦。我这叫摩擦，割血到这，苦血个啥，就是写不下去还会摩擦。五十岁的大叔，谁要跟你摩擦？自己摩擦摩擦也生不了。我人变老，收入变小，志气也变小，啥都变小，都大不起来了。还来得早，发现白内障，不开刀不行，两颗眼睛开了33万，医生说要吃叶黄素，有三多叶黄素，来萃美叶黄素， Costco 买大罐的比较便宜。老同事碰面都在讲养生，练气功甩手，头痛要压百会穴，记性也不好了，麦克风架个 iPad，
看起来很潮很时尚时尚，假装是效果器，其实是歌背不起来看歌词用的五十了，发个唱片给自己祝寿。但是这个年头都变了， CD 可以卖300张就偷笑了，想说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做个豪华大套装，双黑胶、双 CD、蓝光胶、DVD 造型、DVD 加卡带，算一算印500套就要200万，没钱怎么办？只好写企划案跟文化部申请补助啊，要不然谁理你呀、啊？要不然谁理你呀、啊？要不然谁理你、啊？要不然谁理你、啊？